尊敬的刘苑如先生，尊敬的杨玉成先生，尊敬的易若芬老师，尊敬的蓝志聪先生，各位同仁、各位好朋友、各位同学，大家早安。非常欢迎大家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暨中华语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南大中华文学与文化线上系列讲座。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十讲，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台湾中研院的刘苑如先生来担任今天的主讲。同时，我们今天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台湾中研院的杨玉成先生来担任评议。那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我们南大中文系的古典文学非常资深的老师易若芬老师今天大的家主早上好。讲。那么在讲座开始之前呢，请允许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系列讲座。我们这个系列讲座已经在去年开始已经进行了九讲，那么前面的九讲分别是，第一讲由北京大学的傅刚老师，他的题目是先秦文学文献学处理。第二讲是美国哈佛大学的 Michael Puey 教授，他们的题目是 How to Read a Text。Vision and Understanding in Early China。第三讲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张健教授，他的题目是《旧传统与新思潮：从诗文评到文学批评》。第四讲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Paul Golding 教授，他的题目是《A Chinese Reading of Epictetus》。第五讲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孙明君教授，他的题目是《庄子的道论与德论》。第六讲是复旦大学的查平球教授，他的题目是《李白天才观与庄子无用论：将进酒，卜筮》。第七讲是南京大学的程章灿教授，他的题目是《中古文献的三副面孔：以刘玄为例》。第八讲是浙江大学的胡可先教授，他的题目是《西域重镇与唐诗繁荣》。第九讲是南京大学以及香港科技大学的吕宗力教授，他的题目是《谶纬文献再整理刍议》。那我们的讲座呢，在2022年还会继续进行。那么今天我们是我们2022年的第一讲哈。那我们后续还会邀请到这个全世界各地的一些优秀的学者来为我们进行讲座。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我们的赞助人蓝志聪先生对我们这个系列讲座的支持与帮助。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简单的再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创办的一份学报，是《南洋中华文学与文化全报》，南洋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这是以新加坡为基地的一份中英双语期刊。那我们力求成为沟通中西方的桥梁，形成跨学科、跨地域的学术交流，承继传统，创造新境，在南洋发出学术声音，赢得国际声誉。我们的学报编辑部设在大学的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我们学报的三位主编是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田晓飞教授、中国北京大学的贺桂梅教授以及我本人，南洋理工大学的曲景毅。那我们学报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北京大学袁新佩先生与美国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欧文先生出任顾问委员会主席。那我们大学的副校长连肖思女士担任特别顾问。那我们今天的主持人易若芬老师也是我们这个学报的顾问之一。那么我们的学报的创刊号已经在去年的11月，那么成功的出版，并且呢举办了这个发布会以及圆桌论坛。那么希望后续的听众还有读者们能够持续的去关注，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去关注我们。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演讲者，就是我们这个南洋中华文学与文化线上系列的这个讲座的演讲者。那么，如果有机会，有可能够把他们的学报，把他们的大作赐给我们的学报，那我们今天也非常非常的高兴啊。那这个刘苑如先生已经非常慷慨的应允，那把他的这篇大作，那么赐给我们的学报，那么也会发表在我们这个学报的第二期。好的，那我话不多说，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主持人易若芬老师，易老师有请。谢谢曲老师，各位师长、各位同学们、各位对于学术有热好，而且特别能够在星期六早上爬得起来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
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刘苑如教授给我们一个非常精彩的讲座。刘苑如教授，他是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的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研究员。他曾经担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访问学者，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美国富尔布莱特的资深访问学者。刘苑如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小说、中古传记与游记、古籍集译与出版，以及数位人文研究。和今天的讲题相关的一系列的叶德辉的研究已经陆续出版了，在我们的演讲座的海报有他的非常多的这研究成果的展现，欢迎大家去参看。今天的评议人是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副所长杨玉成教授。我们要谈到的关于叶德辉的问题非常的有意思。今天刘苑如教授的主题，他谈的是藏品再现，印刷技术转型下叶德辉的三种善本。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虽然在线上大家可能没有办法开麦听得到，但是欢迎大家以自己各自的行动来展示对于今天讲座的期待和欢迎。有请刘苑如教授。主持人伊若芬教授，还有曲景义教授、杨玉成教授，还有线上的各位同仁，还有学者，大家早安啊！今天不但是一大清早哦，而且呢还是小年夜的前一天哦，那能够在这样子一个特殊的时刻跟大家聚集在一起哦，谈谈叶德辉的三种善本哦。那叶德辉呢是晚清民初一个重要的一个出版者哦，他的一生呢正好经历了中国现代化转型哦。那在过去十几年呢，我陆续研究了他的出版生活，而这一次主要讲的内容呢则是以他晚期出版为主哦。那也正好经历了从雕版、石印、科罗版三种技术转型的阶段哦，可以说是一种印刷资本化的一个过程，而且呢他也是非常常的善于经营哦，那算是属于财神级的。那希望今天这位财神呢也为大家一年的开始带来了好运哦。那就是在资本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请开始哦，下一页。不好意思，就是我们要分享画面哦。好，就是在资本化呢，我们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精密的复制技术究竟是带来文化的增值呢，还是如安雅明所预测的会灵光的消失哦？然后第二个呢，那技术呢跟这个生产创造密切相关哦，而且它也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方式，然后也规范人使用者的行为，是否随之建构出原本没有的人生情境的选择，形成不同的思想哦。那我是就是从这两个问题切入哦。好，下一页。那具体呢所要涉及到的，当然我们可能要大概讲一下叶德辉是什么样的人呢，因为书跟人密切相关，所以介绍一下他的一生。那更重要的呢是探讨他这三本书形成的流通的一个生命史，还有就是叶德辉如何赋予这些藏品价值，以及如何理解出版事业怎么样铭刻叶德辉的生命呢。好，下一页。那我在这些年的研究呢，其实是受到井上靖《中国出版文化史》的一个影响哦。但井上靖先生呢，他就指出哦，
就是中国的出版其实跟西方的出版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出版呢，是以这个读书博文为基础，著述流传为目标。那既涉及到知识的培养、道德的修养、声名的传播，也跟政治的仕途还有盈利所需密切相关呢。所以一般的世家或多或少都有藏书。如果在取得书不容易的时候呢，所以就必须会有借书啊、抄书啊、教书的这样子的情况。但能力可及呢，就会自行的出版。所以在中国的出版史里面有很多所谓的私人的书坊哦。那私人的书坊有比较商业性的，也有比较文人性的哦。那叶德辉的他其实是属于比较私人的就文人型的这个书坊哦。他也是从读书开始哦，进而扩展至著述，然后旁及收藏、集译、教书跟编目等出版实践。那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不得不跟他的仕途啊的政治生活，还有译文的品味，还有社会网络、物质条件这些一起加以考虑哦。好，下一页。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要先看一看叶德辉他一生的生命的重要的一些情况。那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哦，很难用一种这个名片式的这个标签将这个人说清楚哦。那所以我基本上呢，就是用井上靖所提出来的中国传统的出版生活来观察就是叶德辉的一生，我把它分成三个面向，请下一页。那就是说在这个议题里面呢，我们熟悉他是一个文人的私人的出版啊。那他继承了这个明清以来的这个一个儒商的传统啊。也就是说他在取得功名之后呢，他就返乡之后呢，就继承家庭的这个事业经商，然后经商之余呢，以读书、教书、藏书还有出版各种图书为闻名哦。那他的一生的出版哦，从这个26岁第一次出版了《山海经图赞》，一直到他临终前没有出版哦，他只是把这个《心命真源》完成。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几乎无睡不作，当然有少数的几年没有作品哦。那所以章太炎呢，誉其为读书种子。那听说王国维也对他有一定的尊敬哦。好，那他的另外一个面向呢，下一页哦，我命名为这个闯祸叶匹哦。那是为什么要叫做闯祸叶匹呢？这个他自己呢称自己为冠匹。什么叫做冠匹呢？他说他从年少的时候呢就习染这个香艳的匹子哦。那一般人其实对他的认知很多是停留在这个部分呢，主要他是早年丧妻之后呢，好生妓女色，养戏班，还集科这个易学丛书，也出版这个青楼女子的诗文集哦。可是呢其实他一生的纷纷扰扰呢，其实还是跟他家族的经营各种多角经营各种的事业哦，引发了不少的地方纠纷哦。那另外呢，他还至今为是孔教的守护者，以打击新党还有外国的学术宗教，维护这个儒家的经典为己任哦。所以被立宪派、革命派的报刊归类为保守派。但当时这个报刊议论呢，往往会形塑一个文人的形象哦，然后在大家的印象里面，他好像是新时代弃欲扫除的主力。那他下一页哦，他这一生呢，就经历了风风雨雨哦。他在给一个日本朋友这个松崎鹤，这个松崎鹤雄的这个一首诗里面呢，说他是这个九死关头来去惯，一生积口是非多。
所谓的机口呢，也就是口舌之意。用他弟子的话来说呢，他就是欲言则言，欲行则行，不知趋时，不知必谤。那在他的一生当中呢，经过了五次逮捕，甚至面临了生命的危险啊。那在这里就是1910年的庚戌敏荒民变啊，他跟王先谦呢、啊，因此被革去了功名。隔年呢，辛亥革命啊，当这个革命功勋黄兴回到这个长沙的时候呢，他对人进行这个激烈的人身攻击哦，所以呢，都督呢谭延闿下令把他拘捕，他因此而避居了上海半年。那1913年呢，刚刚回到了长沙，他又登报指责这个汤湘铭改革币制啊的种种缺失，因此又被捕羁押。还好呢，这次经营救而脱险。那1915年呢，他又鼓吹这个袁世凯的复辟。那他为什么要就是帮助袁世凯呢？其实跟这个1913年呢他获救有关呢。那可是袁世凯复辟失败之后呢，他又跑到苏州避难四年。那在1927年湖南的农民革命当中呢，这一次他又是被捕，可是这次没有这么幸运呢，他就是以一幅对联为绝词。那表面上呢，他是称扬这个会场繁盛，却用马牛羊鸡犬豕等畜生将大家痛骂为尽是畜生，然后横批更是率兽群舞。那他的一生也在枪声中落幕、哦、好，下一页。那另外呢，我把他称为呢，他的一生呢叫做富贵夜麻。他的朋友金天阁在他的传记里面说，先生貌清丑，口俏乡音，辩疾不能为雅词。怎么说呢，就是文化界的人呢私底下都叫他夜麻，尤其是那个皮奇瑞的日记里面总是叫他夜麻。然后呢他为什么会有麻子呢，是因为他三岁的时候患麻疹几乎死掉了，从此呢就一脸痘疤，而且这个嘴角歪斜，再加上这个湖南官话啊，这一般人听乡音呢听起来是非常的难懂哦、啊、再加上他我们刚刚说他非常直冲的个性和言语，所以一般人呢都以为他粗鄙。尽管是这样子呢，他却有许多值得自傲的地方。首先呢就是这个生长高于我们说他家族经营这个布铺染坊，然后呢还涉及茶叶、钱庄、书籍，还有书画、古玩等买卖哦。那甚至于也涉及土地哦，所以是非常的有钱。那他又是家中的长子，掌管家中的主要的经济命脉。更值得骄傲的呢，他29岁呢就就是考中了进士，然后还钦点这个吏部主事。可是在吏部主事的期间呢，他跟他的部员发生冲突，然后呢就辞职回乡，之后过着这个隐身平康北里夜夜笙歌的生活。更值得他骄傲的是坐拥书城，而且呢是这个书香妓美，也就是说不止他自己好书藏书，他的子侄辈呢也能够配合、哦、那这个我们在后面会都一一的点出来。那就是综合叶德辉的这三种面貌，我们才可以解释这样子具有争议的性的人物哦。然后从生活面向来理解他的出版的方针还有轨迹。好，下一页。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书的书 的面向、哦、那下一页。在研究书籍史呢，其实我是有非常长远的这个学术传统，一般我们都是会研究书籍的形式，这就是版本目录学主要做的事情哦。然后它的这个编辑的背景与过程，这个是一般文史会做的。然后呢那在
目前呢，大家通常会更注意到书籍的流通，包括书房的经营、书籍的广告跟销售这。然后可是不管怎么样呢，书籍的内容其实跟是一本是还是一个书的这个灵魂呢，所以我觉得在研究书籍史的时候也应该要注意。好，下一页，下一页，谢谢。那书籍也有生命吗？我们知道书籍它原本是思想讯息的载体哦，然后会复制一定的生产量，所以在这个物品的这个流通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价值哦。在伊格尔非常著名的一篇文章哦，《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这一篇文章里面呢，提到，就是物呢，在这个不同的文化情境之中，就会进行价值的转换。这种价值的转换呢，其实就像是一个人具有生命一样，生命会流转哦。它的兴衰呢，是往往决定于政治跟权力的作用，还可以反映出知识组织跟生产方式等面向。他同时啊，还说呢，这个物品呢，在商业化的过程当中呢，通常是要先把它特殊化，然后限制于在某一种这个交换的领域当中，使得这个社会的内部呢，对于这个经过特殊化的这样的物品呢，有一种共识，然后有共同 的欲望哦，甚至于呢，它还会背负一些文化的神圣化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重担，因此。特别是善本古籍呢，它并不是一般的古籍，而是在历史的流转当中拥有自己的生命履历，而且具有艺术藏品的特质，也就是班雅明所说的灵光。好，下一页。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叶德辉他的这个科书的活动哦。那我把他这个表格化哦。那在最右边的表格呢是他各个年代出书的数量，然后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曲线图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这个从1892年到1927年，他总共集刻了157种书，其中以这个1911年18种最多，其次是1916年的15种，再其次是1902年跟1908年的13种，在1903年也有12种啊。好，我们看下一页。那这个出版的数量跟他生命的轨迹呢有什么样的关系哦？那我们知道这个1902年到1911年是叶德辉科书最活跃的期间，进入民国之后呢，因为遭遇到国氏、乡氏跟家氏的影响哦，那叶氏家族的产业折损了6-7成，使得他的科书受到某些的阻碍。那其中哦，就是我们刚刚也讲过，1911年呢，他曾赴上海避难；1916年呢，他又常住苏州哦，长达4年。在这个期间呢，他过着这个读书、教书，然后每就是往来者呢，就包括了陆辉、朱锡良、朱天阁，然后陈彪、胡运，还有这个费树卫、王简等吴中的才俊啊。而他的儿子呢，叶启卓，还有他的侄子呢，在长沙的时候雇抄手来整理叶德辉历年的题跋。所以就是这两个避难的时间呢，反而是他的这个出版的高峰哦。那这个应该是跟上海跟苏州是当时的出版重镇哦。那他借着跟这些上海苏州的重要文人来往哦，我觉得对于就是说对于招揽生意以及就是卖书，应该都有实际的帮助哦，以至于就是达到一个出版的高峰。好，下一页，请下一页哦，谢谢。在一九下一页，谢谢。在1911年呢，这个他就是也就是辛亥革命
之后呢，他逃到南越哦，那在山中呢，他做了十义诗，其中在义长版的这个诗里面呢，谈到他追溯他半生致力于这个教书科书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业，非常的辛劳哦，然后并以这个传续旧文为己任。那从这首诗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基本上他的藏书教书跟出版是互为一体的。那在此之前呢，他出版的书基本上是采取传统的雕版印刷，所以累积了大量沉重的木板，储藏在省城的武庙。那在兵乱之际呢，对于教刊中的书版呢非常的细念不已哦。那唯恐呢跟这个扫页山房呢，也就是当从明代一直到清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古籍刻版的私人书房啊，那可是呢经历了这个太平天国之乱呢，许多的书版都毁坏了，历经了一个转型之后呢，扫页山书房我们目前还可以看到很多他的书，可是大部分都已经是石印出版了哦。那所以他就是把这两个经验做一个连结。那从这首诗里面呢，我们可以就是说不管是他的这个注或者都很容易 的加以对照。唯一有两句值得蓝色的部分呢，觉得有一点奇怪哦。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唐末交离刘伟吉蜀中同犯处韩文呢？那我们知道，当然伪苏州籍跟就是韩愈的文集也都是他虽然也是他的收藏，可是他这里干嘛突然提到这个活字胶泥跟这个活字铜板呢？我们看下一页。对不起，刘先生。是我看到画面上有人好像有一点涂抹的样子，我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要不要我们请那个助理先把这个 share 先关掉一次，然后再打开，可能就不会有那个涂抹，因为我觉得很影响您的那个讲座的效果。对，是好，不好意思啊，打扰，没有，这样可能好一点。是，我也觉得蛮奇怪的。好。事实上这个我们必须要追溯到这个整个叶德辉他所处的时代哦，他虽然是停留在这个雕版印刷的时代里面，可是其实这时候时代已经往前走哦，那就是我们看到借由这个舒金教授的专著呢，我们可以知道，从1807年到1873年呢，是这个就是石印的一个重要的年代哦。它包括从准备奠尝试准备到奠基哦。那分水岭呢，可以以这个香港英华书院为这个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然后在这个 Crystal 的古腾堡在上海这本书里面呢，他又讲到1876年到1937年上海印刷商跟出版商成立到技术的调整改进以适应中文化跟本土化。那所以其实不仅当时的西书已经采取这个西式的活字印刷，那英国人美查呢的申报哦，他也这个就是用这个铅活字的金香本大量的重印中国的古籍，那不要在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像是什么良友啊邮政啊这些书局都是大量的石印，也包括商务印书馆啊。那所以叶氏在这里强调这个中国的胶泥活字跟木活字乃至铜活字哦，它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哦。与其说它是在抗拒新的技术，不如说就是在这样子已经是不可挽回的新的局面当中呢，它还深信这个传统的雕版呢有这个不可取代性啊。那可是它终究是要走向现代，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借着三种藏品的善本为例的观察哦，它怎么样借着这些书的生命流动也走向现代哦。我们看下一页。那第一本书呢是这个《影写宋刊》的《南岳总盛集》哦。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人物来看，那我们可以给他写一个小传哦。那这个小传呢，就是说它是叶德辉印刻书里面最精妙的影刻作品。那叶德辉除了影刻这个《南岳总盛集》之外，他其实他也影刻过这个《搜神记》啊。还有这个原始等等的书哦。可是这个南岳总盛集呢一个时代是最早哦，它是南宋时期的哦。然后它这本书呢是由端方赠送哦，所以它也在这个题面上把它的名字写出来。然后呢是刊刻的时间呢是在光绪的丙午哦，它也经过它的校对，然后总共有305页。然后他的后来被收入这个立楼丛书 里面，然后现装一册大只印了大概10余册哦，实际的价格不详哦。那当初呢端方是以70元买入，可是呢就是当时的这个金印的这个影刻一般价钱大概是在10元左右。然后这本书呢它的内容呢是什么呢，我们看下一页。它主要呢是南宋的道士陈田夫所编撰的。那陈田夫为什么要编撰这一本书呢？那是因为哦，他住在南岳山下的时候呢，发现呢，当时有关于南岳的记载不是不传呢，就是写的比较简单。然后更重要的呢，是没有办法就是。完全的展开他的这个奇地的风采，于是他就把30年的见闻呢汇集成这一本书。那上卷呢主要是就是风物的介绍，那下中卷呢就是道观跟这个麒麟的花草，下卷呢就是高僧跟隐士哦。所以在这个佛道的名山志当中呢，它都有一定的重要性。那这本书如果放在南宋的时代里面呢，为什么会特别重要呢？跟当时哦这个南岳记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哦，所以在就是当时的皇室就一再的重修记事跟宗教建筑，以至于这个到那个时候增加了很多的寺院哦。那所以他有重新在这个修名山志 的一个必要，另外也体现出呢这个国家对于重塑国家权力的这样子的一种渴求哦。好，那我们再看看这本书的流通状况，请下一页。这本书啊为什么是会受到重视，其实也是跟当时的背景有关。那明清人呢他就有宁宋的风气哦。那特别哦是大家常读的汉书啊文选啊杜诗最为珍贵哦。那王士珍呢曾经说哦，这个宋刊的史记啊要300斤。那颜元照呢他则说这个宋科的这个仪礼要义20册要所值500斤哦。那这么贵的书怎么买呢？实际上哦，根据这个白千胜的研究呢，这个价位呢主要是定价，实际买卖的时候约可降至60%。不管是6折也好啊，这个可见当时这个书还是非常的贵哦。那书贵又少，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明代呢，它就有影刻这个宋版书的风气哦。那所刻几乎跟这个原书无异，那清代呢沿此这个风气，所以在书林余话里面呢曾经列举了像黄丕烈啊孙心衍啊顾广仪啊等等人呢，他们都是
就是所谓这个引科送板书的高手哦。好，再过来我们再看下一页哦。那这样子的一本书南岳总盛集呢，就是到了就是清中叶以后呢，只剩下少量的名人引抄的宋本，那道藏里面呢也有收，可是他却略去了佛教的盛基，只剩下了道教的一些名胜古迹。然后叶德辉他本身是湖南人哦，所以这本书具有发扬乡邦文化的意义。那在重制的过程当中呢，他有特别的讲究，不仅是雇用了当时的名科手哦，这个艾作霖哦，然后呢他还保留了这个宋本的这个行款哦，如实的呈现了宋会缺笔还有缺文的墨块，还把物字等等都保留了，然后如果有所校对的话，他是就是另外在后面哦再加纸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史料的尊重还有爱护哦。那在用纸方面呢，也用所谓的日本剪纸。什么叫做剪纸呢？其实就是结合了棉跟剪哦，所以这种纸呢特别的韧哦，那特别的坚固。那除了坚固之外呢，那它就是也非常的吸墨哦，所以就是它的整个它的那个字呢看起来是非常的鲜活可爱哦。那这个是这本书之所以受到欢迎的原因。我们再看下一页。那这里就是引发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哦。如果这个引宋宋刊本这么是件这么好一门这么好的生意，那为什么不大家多引科一些呢？那主要哈、就是涉及到引科的技术问题哦。引科我们大概基本上有三种，一种是用磨的，这个磨呢不止就是也所谓的磨，我们一般就是看到画面上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双钩，这个双钩呢就是这样就是要附在纸上这样书上哦来这样子磨哦，然后包括它的这个版型啊，还有这个版口啊、行款、字数等等都是一原样。那另外还有一种是复刻，都直接是附在这个木板上来雕刻。那这两种方式其实对书哦都可能有一定的损害哦。那既然是这么珍贵的书，那除非哦我有副本，否则的话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那这样子一个珍贵的书，它的流通方式哦就不可能像是一般书放在书店啊就等人来买，它基本上是透过书商来找特定的顾客来兜售哦。那我们在后面还会再谈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好，请下一页。好，那我们看到就是原本这个南岳总盛集呢，它是由这个三字的阅读功能转换成这个真罕的这样子的一个藏品哦，由书其实它已经变成一种收藏品了。那当时人呢，其实文人几乎都文人都会写字，那写字之外呢，他们也读帖哦。那这个晋唐楷帖呢，我们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知道它是非常的古远。不过它事实上呢，它并不是就是在这个书帖的市场上面哦，有所谓的黑老虎之称哦，就是说这个书帖它常常哦会经过这个就是剪贴改装哦，拼贴而成哦，所以就是虽然是拓，可能是旧拓，可是它有时候它会经过的组合哦，所以就是这个是什么人藏，什么人所磨所拓，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那这一本《晋唐楷帖》呢，是名人张氏这个墨池堂藏本哦。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封面是吴谦题哦，那书后有这个张藻，
跟这个叶德辉的拔跟右拔是由商务数据出版的，只有30页哦。那它的第一版是在1919年的10月，然后定价是6角，然后后来经过再多次的版本呢，因为我对这个实在是有一点搞不懂，所以在网络上买了一本 来仔细的读哦。那吉木所见呢，我现在看到的是比较晚的是民国30年的第6版啊，那所以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然后现在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可是那就已经是在就是用现代技术重印的，就不是石印的了啊。好，我们看下一页。那个在这里呢，我就是简单的就是把这个石印的技术跟大家看一下。那我觉得与其讲这个内容呢，不如其实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图片，它是先要这个描写，然后到这个涂料抹匀，然后就是转印过去哦。我觉得这个图可能比那个实际的有趣。好，我们去看下一页。那它这个铁呢到底是什么内容，我们还是要稍微就是弄清楚一下。那叶氏呢，他喜欢藏书哦，可是他也喜欢这个书画跟碑帖哦。那这个是受到当时的文人的文化的习气的影响哦。那生平就是他们在交往的时候呢，其实所谓的雅会的时候呢，常常不是读帖就是看画哦。那所以他所收集的这个晋唐以来的名迹甚多哦，那兼具了收藏还有品鉴者的多重身份，所以他也有很多的相关著作，比如说《游艺之言》呢，就是谈他的收藏书画碑帖的方法。然后以内容来说呢，这个帖呢，它包括了这个宣示表、着书帖。那这两个帖呢，是据传呢是钟繇所作。然后这个《东方赞》《黄庭经》跟《孝女朝娥碑》，据说是王羲之的。然后还有这个《出师颂》告，这个告目呢，是智勇摹这个王羲之哦。那《笔阵图》据说是王羲之就是笔阵图是他的师父魏夫人所作，然后他在书后写了这个书阵图的一个等于是提拔，后来这个呢应该也是一个摹写的。那这个其实但是这短短的这三行字呢，可能做3本论文都做不完了。那在这里我们就简单的讲。那这个是它下一页哦。但是这个帖它特殊的地方在于哪里呢？我们刚刚说过了，它是明代著名科手张藻所藏哦。然后呢他们加编了一个这个墨池堂的玄帖之外呢，他之后又得到了这个晋唐楷帖，然后他在跋里面认为说这一本晋唐楷帖呢比他所收的朱本更甚哦。但这里的朱本是指什么呢？包括这个就是董其昌的谢洪堂帖，还有淳化帖，以及山西堂帖哦。这个是根据这个张藻的判断哦。然后好，下一页。然后从这个明代后期开始呢，通常呢刊刻的时候不只是帖的原文，还会包括很多的鉴藏印跟这个题跋。但这些跋文呢，它就兼具了书学的价值跟史料的价值哦。那叶氏它的藏帖呢，是当时这个道州何卓应该是明代的何卓所藏哦。然后书页间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印鉴啊，我们在这个右下角最下面可以看到这个道州何氏家常印啊，然后那个圆的印呢是宋徽宗的
的双龙圆玺啊，还有在上面有宣和的连珠印啊，然后在那个最左边那个下面的那个印呢，是这个契西殿宝哦，那是南宋的一个印。那我们刚刚也说过，还有张藻跟叶德辉的把持的这个铁的价值呢，就是大为的增加哦。不过呢，当时这个铁在1919年出版的时候，他们发现呢，其实坊间已经有一个另外一个版本的印型哦，是这个临川的李宗翰他所这个越州石室本，这个越式石室本呢、啊，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所藏哦。其实我们单是看这一页哦，我们其实大致就可以知道哦，它的这个经过更多的名家收藏还有这个鉴赏哦，所以这本其实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在商业上竞争的敌手，所以他又写了。这个再把比较这个两个版本的异同，可是他还是说他的版本有这个优势所在，那这个当然是商业的手法。那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我们从这样子一个底本的过往呢，仿佛看到他的前世，在书法艺术本身的美学价值之外呢，也包藏着历代的藏家鉴赏者的经历见闻都有增值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好，我们看下一页。那我们知道这个石印本呢，它本身它有占有一些这个优势哦。这个优势呢，主要就是说它对于这个圆形的掌握呢，可以这个不差毫厘哦，而且呢可以这个放大缩小。利用照相的这样子一个技术使它扩大或缩小，所以连叶德辉他在这个书林余画里面他都说这个海通以后呢，这个石印之法不但能这个形神逼效哦，而且呢这个隐写复刻呢又不费教酬之，在这里他是写之日历哦，可是可能是木的一个物质哦，那而且没有这个严苛的磨刻的这个所费时哦，所以他说这是艺术之能事，未有过于此哦。然后杨丽莹他在清末明初的石印印刷跟石本研究里面，他这本书里面他告诉我们哦，这个照相石印在中国可以如此的快速推展呢，那主要有他分析有几个原因哦。第一个原因呢，它是跟这个传统的雕版印刷有很多类似之处，那对于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那第二个呢，就是以商业规模来说呢，它适合这个小规模的生产跟印刷哦，那也适合当时的这个工业模式。那第三个呢，就是快速简便的这个特点呢、啊。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晋唐楷帖呢，在后世不断的重新的出版呢，其实就是跟这些特色有关呢、啊。好，我们再看看它的书籍流通的一个情况。下一页。那这本书的产生呢，其实跟张元济有密切的关系，就是1902年呢他开始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哦，然后当时他有一个畅销书哦，叫做国民读本哦，那这本就是有关于读本也有很多学者开始研究哦。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畅销书，他们才累积了资本，才能聘请日本的技术人员来聘请跟购置相关的设备而且在1909年呢，长沙成立了分部，然后当时的这个夏静官呢在1916年担任了韩芬楼的撰述，然后叶德辉因为跟编辑这个事不同刊呢，跟他就有时常有书信往来，那在书信往来当中呢，他也推荐了这本的晋唐楷帖哦，那提供了照片，所以才在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然后出版了之后呢，
就是就经过了现代的经销手法啊，所以我们在好多个报纸都可以看到。那我在这里是印的是新闻报，另外在申报也有广告啊，那广告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这边画红线的这里这样子小小的一条哦，然后放大是这样子，然后内容是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它的基本履历就是由这里所改写的哦。好，我们再看下一页。那在这样子风光出版的同时呢，其实却隐藏了叶德辉出版的隐忧哦。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叶德辉他为了维持着长沙科书的资源呢，那以资金不足为由，曾经就是把他所珍藏的白玉堂的道德宝藏哦抵押给刘成干，然后借了这个1000两。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借款的原因呢，所以他开始热心的推销自我的藏品出版，那跟这个筹措资金可能有关哦。好，那这就是这本书的大概状况。我们再看下一本书《意愿刘真》哦。好，这个《意愿刘真》呢，基本上它的形式呢，我们看到就在左边呢，它就是有他自家收藏的画哦。但在这个画旁的这个左边有一小块，我们有一点点看不太清楚哦。可是这个呢是由这个叶德辉呢他自己亲手写的跋哦，然后我们就是另纸贴上哦。这个我们知道他不喜欢在书画上面题字，在从这里就可以得到证明。然后这个右边呢是他的这个出版业，出版业一半呢是出版项目，然后一半是广告哦。那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代书籍的行销模式已经很像了。那《意愿刘真》呢总共出了3集哦，那第4集只有纯目，每集呢它是收录了这个唐宋至明清的山水人物林鸟花卉哦，然后是以这个直视的，我们看这种直视的这种立轴为主哦。好，我们再看下一页。那每集就大概12页，定价1元哦。那所谓的科罗版，我在这里也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版哦，还有就是它的工艺的状况。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如果我们看看它的这个目录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哦，我用红字所标的呢，那就是表示这个是属五代时期的哦。然后再过来呢是宋元时期的，然后绿色的是明，然后再下来黑色没有加颜色的呢，其实也没有标时代的，其实基本上就是清代的哦。那这个必须要跟这个叶德辉他的收藏有关哦，他的收藏呢又跟他的四弟有关，他的四弟呢也喜欢收藏这个法书名画，然后又天生具有鉴赏力哦。那之后他的儿孙辈哦也继续其业，所以他们家收藏了不少的这个古董书画。我们看下一页。所以在他的那个十义诗里面也有所谓的义长画，他在这个注里面呢，他就是把他到底有什么宝贝哦，也就几乎的这个点评了一番哦，包括这胡云鹏、黄泉、赵孟俯、朱润德、黄公望，然后还有所谓的明四大家、明末酒友，还有这个昏南田等等哦。他除了细数这样子的长画，多达100余家之外呢，他还对于画材、颜料、色跟笔法都有所辨析哦。那在这短短的文字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他的家常呢，这个是非常的记得非常的清楚哦。如果跟我们上面的目录纵观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长画呢其实基本还是以明清以后为主哦。然后形式上除了这个立轴之外呢，还有这个枢机跟扇面哦。
那叶这个议院刘征为了统一画面，所以只选立轴。好，接下来下一页。那这本书特殊之处呢，我们要从刘征这个词来看哦。刘征呢表面从字面上呢，我们当然就是保留真形，可它是保留什么的真形呢？主要是这个宋元明画品的真形，使人如见真本啊。所以就是因为刘征每集他宋元以上跟明清近代几乎就是各占三分之一的这样的比例哦的来编排哦。那他这个编这样子一个刘征集呢，其实我们就必须要谈就是看到杨守敬的刘征谱，就说到杨守敬的刘征谱。那杨守敬的刘征谱呢，他是运用了宋元版的隐科制作哦。它是一个，它是真的是就是我们说的雕版哦。然后呢，叶氏挪用了他这样子的一个创意，改用到复制画品。那他超越杨氏的地方呢，就是采用这个科罗版的印刷，然后可以更简易的达到这个目的。然后色彩的细致度、层次感呢，都胜于这个隐科或者这个照相石墨哦。那成为传统书画复制的最佳的选择之一。那它跟刘征谱不同之处呢，这个刘征谱呢是有的有跋可是它在这里呢是每一幅都有它的手写的题跋哦。那这些呢是奠基在他的萧夏诗一百、官话百咏跟这个游艺之言等书画的史论之上。那在这本书的提拔当中共引用了27种的古今画论啊。那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以这个黄泉的梅花中堂来为例的话，那我们可以知道他谈到他引用了这个益州的名画录、宋朝的名画评跟宣和和画谱等考证黄泉的生平，然后还借由这个阮文达就是阮元的石渠随笔里面分析红梅、黄梅、翠鸟、白雪等堆积而成以手按之色与均平的这样的一个色色技巧。当然他也同时细审了历代的观赏前印啊，那使得这本书呢就是兼具了就是画还有就是画论以及这个画史啊等等的各种的知识累积在一起哦。不过这一本书跟前面的几本书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哦。好，我们看下一页。它所转变的地方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从一种藏品到国粹的过程。我们首先看他在《议院刘征序》里面，他说这个近二十年呢，海东海西哦，喜收中国古画一时，这个风起标举哦，于是呢，各种的古籍呢都流出外洋哦，其数不可胜数。然后呢，他由此呢引起了这个。他说这个2000年之名机呢就是供外人取求，那就是说中国所保留的就已经是非常的少了。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其实并不是由叶德辉开始的哦。我们往下看。事实上早在黄杰的国粹学报里面，国粹当然就是宣扬国粹哦。那宣扬国粹呢它不只是就是这个思想方面，它也在这一本的学报里面加插了大量的历代的图片，包括拓片书法、绘画，还有博物图。那主要呢它是在强化这个种族自我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意义。然后另外呢这个狄宝杰他出了狄宝贤他出版了这个中国名画集呢，总共有38集哦。他就是收集了就是名人画册约300种哦，然后碑帖有200种。
那他也只在弥补这个真本传世者稀哦，画家日少这样子一个忧虑。但更有名的呢，就是《神州国光集》，他直接把这个古籍书画的文物当作国粹，更与这个这些国粹的命运呢与国家相连结哦。那所以对于外人，对于古代名妓的这个予取予求，被视为一种国家飘零的象征。以叶德辉来说呢，那这些上面的几种经过了快20年 的出版呢，已经就是供不应求，有这个赝品出现，所以叶氏呢乘此之机呢，以他个人之所长啊，来因应这个时代市场之所需，即可响应这个保存国宝的这样子一个时代任务呢，那也顺应市场。好，我们接下来看，在这里顺应市场呢，其实对于叶德辉呢有更多的意义哦，言外之意，那我们就必须追溯到就湖南的就是官书的出版的状况。但从这个1895年呢就有所谓的湖南官书局哦。那这湖南官书局呢，其实跟这个地方的权势密切相关呢。当时呢，他是与这个王先谦共理这个当时的官方的科书资源呢，而且得到了盐商朱昌龄的资助，每年每个月600斤哦，还在这个讲社就附设书局。可是当然主要呢都是由这个王先谦来决定哦，所以这个官书局所出版的书很多都是王先谦自己的书哦。那也现在也有很多专门的研究了。那另外呢，他非常的善用这个湖南廉价的科工创造资本哦，像我们刚刚说他雇用这个艾作霖一类的高明的科手复制真本哦。可是呢，在这个1917年王先谦过世之后呢，也就失去了这个金源，那叶德辉他必须自己筹措经费哦，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他把这个白蕴蚕手书的这个道德宝章呢，去借了1000两哦，来支付这个场地员工跟科工的费用。可是到了1919年呢，他已经无力赎回了，于是决定呢把长沙的科工哦一概遣散哦，但使得那叶氏呢，他也自己改采这个包工哦。那所值得注意的地方呢，是他既然已经失去了资源呢，所以他把这个二三名钞呢借予这个商务印书局，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四部丛刊的这个刊印哦，他就说己不能科，借人科之，但使古人之书得传呢，这个古籍的流传是他们非常在意的一件事，就便觉得问心无愧。好，那他于是呢，就是由这个新技术的复制个人的藏品转化为人人可得的书籍哦，那既保存了国库，也创造了新价值哦，但终究起步太慢哦，所以只能沦为附庸哦。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由这三本书可以看到叶德辉的科书事业的由盛到衰的一个过程。可是尽管如此呢，就是对于就是这一代的出版者或者是藏书家呢，他们对于复制产品呢，其实还是有他们非常精到的地方哦。那我接下来呢，所以我们就要谈谈他的这个文化增值的策略，请看下一页，再下一页。我们再回到这个班牙明他的所谓的灵光，这灵光当然是一种比喻艺术品的一种特征哦。那这些特征呢可以分成四个特征哦。一个呢就是此时此地性，一个呢就是独一无二性，第三个呢就是真知性，
第四个就是不可逼近性、啊、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一种神圣性、啊、那综合起来呢、请再按一下、啊、我们可以称之为这个价值崇拜、啊、那可是复制跟它当然是就是缺乏着的这些灵光特性呢，很快的就加以减损了。那这样子减损之后呢，要如何止跌回升，制造价值啊？我们再看下一页。班阳明他曾经分析过、哦，就是说一个物件呢，它是由所有的历史印记啊、所汇集而成，像一部魔法的百科全书。而这个百科全书包括哪些呢？包括了出版的日期、地点，还有装帧、手印、先前的主人。那由这些履历呢，可以使得这些的物件更加的显得独一无二。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提示之下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清末明初的这些出版家呢，他们怎么运用这些的特色。那谈到价值哦，我们先大概谈一下明末清初的物价指标哦。那明末清初使用的货币哦并不一致哦，我们在旁边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银两，有这纸币、银元、铜板跟铜钱哦。那就是相对来说银价是比较稳定的哦。那民国所发行的这个银元呢，大概可以约合 0.7 两的银子哦。那铜钱则变化很大。那以生活的情况来说呢，那清朝在京师晚清的时候，那小民呢是大概12个文钱呢以下，就是一般就是日常交易大概就是12文以下，有点像就是说我们现在以现在的物价来说，我们在台湾可能都是以千元钞票为交易的。可是在早期哦或者是现在美国，如果你用百元大钞的话，一定会人家的生气，觉得说你这是假钞呢，还是有什么？那就跟这个物价是这个密切相关的哦。那主要是因为一斤菜大概才2-3文，一个蛋才3文，一个烧饼或者菜包也是2文哦，茶馆也是2文哦。那就是当时就是的文人的生活，北京的文人大概就是这么个生活。那可是到了这个民国以后呢，上海的米价大概是3.4分钱，一个银元呢大概可以买30斤的大米，然后呢可以买8斤的猪肉哦。那上海的住校生呢，大伙食费就要6元，这应该算是生活的最低消。那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些物价哦？主要其实还是要了解当时的这个艺术书籍的这样子的一个价格。那在看艺术价格书籍之前，我们先看下一页、哦、也就是晚清明初的收入的状况、哦、那我们这里的所用的价格其实基本上我就是以我们看到的三种善本书为主、哦、就是当时我这主要是根据这个张德昌先生、哦、他是用明实录的资料然后做了一个表、哦、然后我又从其中的晚清六品晚清六品其实就是叶德辉、哦、他进士录取之后他是在吏部行走、哦、可是他那时候他还不是正员哦，他还是在实习阶段哦，所以就是如果是就是补实缺的，大概每年是有122两哦，所以我们换算呢，大概是一个月的正俸是10.2两，而当时的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南越总盛集的善本印刻，我们以10元来计算的话，就是约7两哦。
那就会占一个月薪的 68%。 而民初的公务员呢，根据王云武给我们 的资料，他是说是一律60元、哦、那石印的科铁呢是 0.6 元，科罗画册是1元，所以大概是 1%到 1.6%。 而当时的文人呢，也就是报刊的主笔，比如申报的主笔张运如呢，他大概每个月薪资40块。那可是如果他是一些特约的作者呢，比如像是这个陈景涵呢，他会高达300元。黄远生呢，他是大概是200元。那比较起来呢，可能就是 1.5% 到 2.5%， 或者是 0.3% 到 0.5%。 由这样子的一个价格表可以看出来哦，就是要欣赏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复制呢，这个价格是大幅的降低哦。我们看下一页。所以这个钱基博他就曾经说，自这个科罗版书这个盛行呢，虽家法收藏不难见古人真迹哦，可以把这些古人真迹这个一次饱览哦。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这样子的一个变化呢，是作为一个出版者，那他可能他要考虑的问题也就更多了。我们再看下一页。就是这个南越总盛集呢，他由它的真本，它的就是宋刊本呢是70两，然后复制之后降至这个10两左右。那它要如何把这个10两，然后复制到被人家误以为这个80两这样子来买进呢？所以它就要有各种的加值策略哦。我们再往下看。不只是这样子哦，我们还看到这个议院刘真呢，他其实已经是够便宜了，三册三元。可是到了1921年呢，他更是降价了，大降价，就是大概是8折的价格哦。所以就是这种艺术藏品是不断的往下降。那所以就是说要如何的止跌回升呢？所以我们来看看收藏家的种种策略哦。我们再看下一页。那在杨守敬给这个妙全孙的这个信札里面呢，曾经论及到提升古董身价的方法哦。那他 这封信很长哦，那我们不能细看，我们先看下一页。下一页，请看下一页。好，在有标示这个颜色的字上面呢，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它的方法有几个哦。那一个呢就是普世天下，一个呢就是素所从来哦。那这样子呢然后还要再加上这个提拔石印双钩，还有提拔呢，那就可以增加它的价值。下一页，它如何的增加它的价值？我们看下一页。不好意思，老师，因为有看到有话题，我先停止分享，请稍等一下。是，谢谢。我也不好意思，我也口水。好，我们看52页啊，再下一页。好，从这里开始。在这封信里面呢，他就是说经过了这些方法哦，他说这个身价必当愈增哦，这个身价除了就实际的物价之外，也包括了名声哦。那另外呢，这个所获呢也会更丰哦。那在这里面呢，他所运用的策略我们刚刚说过了，一个就是
出版，一个就是提拔，然后还有提拔呢就主要就是要追溯它的原来，然后还有其他的种种的策略，我们在接下来分析哦。我们看下一页。在刚才的信里面呢，他所举的例子呢是这个莫有之的一个唐写本的说文。这个唐写本的说文对我们实在是有一点遥远哦，所以我改变一个策略哦，我不想分析这个莫有之的这个唐写本，虽然我在文章里面有分析，可是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哦。就在这封信里面涉及了三个清末民初重要的金石版本学者，一个当然就是这个作者杨守敬，一个是这个妙全孙，一个是这个罗振玉哦。那杨守敬呢，他个人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了，他有这个刘真谱哦，这个刘真谱他就是把当时的这个宋科本宋元科本的首页把它就是引科起来哦，另外还包括了明代的科本，朝鲜还有朝鲜的科本啊，然后有一些呢，它有一些批语跟这个提拔注明这个出处哦，所以就是当时人呢是称赞说他是就是中国第一部这个古籍版本研究还有版本鉴赏的重要的参考书哦，可是就是叶德辉对他哦却非常的不满。那所以为什么不满呢？我们就可以看他给妙全孙的这一封信里面啊，他其实他主要他是就是劝这个妙全孙呢，他有这个义风堂这个金石萃编目录哦，那他总共珍藏了13000多种的金石碑志哦。那这个杨守敬呢他就劝他的就是赶快的出版，可是这个妙全孙呢劝他出版的方法呢，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说可出版之后呢可以扩大影响力啊，然后呢也可以赚很多钱，除此之外呢他还提到这个罗振玉，也就是说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出版这个不但呢是可以获得实际的价值，然后也能够像罗振玉一样的获得这个声名啊。那这个罗振玉呢，他我们知道他最主要的著作呢，这个是这个《殷墟》这个古籍，还有三代集经文存呢，那他收集整理了各种的甲骨铜器简牍等等，那他更重要的呢，他是就是说他在研究甲骨的时候，他会注意这个科辞的性质，还有这个科辞是从哪里挖掘出来的，所以有很强的一个学术性哦。那相对来说，这个杨守敬他其实基本上他是比较传统的，他可能他只是把一个藏品的真本的一个基本资料，有的有记，有的没记，就这样子出版了。那这个妙全孙呢，他的规划呢是希望不但要这个有经全文影印，还要包括释文呢。那在这个金石考证里面，释文是非常难的，还要校制，然后还有就是金石常常会磨损，看不清楚了，还要修饰，更重要的是要考据哦。好，我们看下一页。所以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刚刚说妙全孙他并没有接受这个杨守敬的建议哦，可是他给我们示范了就是如何的提升古籍的价值。我们刚说过了，包括追溯源流、扩大影响、名人加持，这名人加持就是包括了像是罗振玉之类的，那还有这个制造话题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从
叶德辉实际的例子哦，来举例，这样子可能会更清楚。好，我们看下一页。他在这个南越总圣集的序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不同的颜色可以看他如何运用这个四个技巧哦。那首先呢，他当然是要把这个版本的源流给说清楚。那这个说到源流的时候呢，如何的证明？那当时呢，其实非常重要的是借由这个版式。借由这个版式哦，来说明，然后呢，而且就四库未收哦，然后还有这个端方所赠，以及它的这个价格等等哦，那来证明它的这个稀罕性哦，那不仅呢夸示了前任主人的印记，也意含着收藏家之间这个的交换模式跟情谊哦。同时呢，也由此呢来圈定了这个宋元古籍的这个文化品位，互相承认呢彼此影响哦。而这个所谓的价格的部分呢，主要是在呈现这个底本的珍贵性哦。然后在这个蓝色的字的部分呢，主要是讲这个书的刊刻的过程哦，它获得了这个。庞鸿书的注印，庞鸿书呢在当时被派到湖南任官，所以算是地方长官呢，所以显示了湘鄂的这个湘邦意识啊。然后另外呢，当然我们一再的强调这个艾作霖的科工哦，那不仅呢使得保存了这个宋版的风格模式啊，那也特别的讲究装帧。好，在棕色的部分呢，其实就是这个序里面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也就是制造话题。那这里呢，就直接讲到了这个杨新武，也就是杨守敬啊。那杨守敬他虽然启发了叶德辉就是这个刘桢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可是呢，他就说这个书骨呢，就书商呢，就把这个书呢，就稍微拆解一下呢，然后给这个杨守敬看，然后杨守敬呢，竟然就以为真哦，然后是经过了缪全孙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他才知道，所以这里也就是一个以假乱真，蒙骗杨守敬得逞的一个小故事。形成这个古籍市场连环片的这样子的故事趣味哦，那这也就是他制造话题的一种方式。然后另外家框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看到刚刚所提的各个的名字哦，汇集了当时的收藏的名家、湖南的官员与同好，还有考据学者、科工圣手、目录专家，然后莫不渲染了这本书的传奇的色彩。我们再看下一页。然后叶德辉呢，除了这个杨守敬的策略之外呢，他还有所谓的加码策略。这个加码策略呢，我们知道他这本书只印了十几册哦，所以他其实他基本上他是一方面是估计他的读者可能有多少，另外一方他是等于是锁定了，另外一方面他也是采取一种限量的方式，然后使得这个这本书呢。的价值呢不会就是叠加的太多、哦、那所以这个限量出版是很重要。另外呢他还运用了这个同类的产品比较，因为我们知道这本书呢我们刚刚提过早期呢有孙兴衍的版本，可是孙兴衍的版本呢在太平天国之乱这个书版就毁坏了。更重要的我们看两个版本呢，就是孙本的呢是这个有行线，而且这个字体虽然还是保存了宋体的一个字形啊，可是就是说行距行线呢字数都跟这个原本是有差距的、啊、所以他用这样子一个同类产品的比较以夸示自己这本书的
的优点啊。好，那我们再看，就事实上它的这个晋唐楷帖呢，基本上也是运用了类似的一些做法，所不同者的是像这些书画，我们刚刚说过了，这个鉴赏章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白胜谦他曾经指出呢，在早期的这个书画收藏中，是以家传收藏赠送就是为主啊，那其次才是市场购买啊。所以这本法帖呢，有这个道州和氏家常，然后这个契西电宝宣和等印啊，那其实可以看出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啊。好，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在下一页哦，那这个呢其实是他所藏的这个赵孟俯的三堂历轴哦，那在这里就很多的印跟他的就是释文。然后再下一页，那叶德辉我们在这一页就可以比较清楚看到他的跋文，还有他的这个标签哦。那这个就是叶德辉他认为说他跟这个杨守敬是有差别，他都是经过了比较就是每一幅他所提供的作品都是有所考证的哦。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再看下一页，所不同的呢，他还经历了一个国粹化的这样子一个神圣负担，以及资本化的这个经销。那这个是这几点呢，是跟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个南岳总盛集有所差别的地方哦。好，那经历了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说明哦，我们最后来到我们结论的部分。就是古籍呢，书画作为一种文物哦，我们当然可以把它当成一种物哦，可是这种物呢，我们却不能够简单的把它当做一种东西。这个器物呢，是要经过一种制造跟装置的过程哦，所以它会涉及到知识分类的过程，也会涉及到专家跟技能的参与，使得物价值增加哦。那在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跟冲击当中呢，叶氏它体现了即使是西方的器物观呢，也可以纳入国粹的范围，转而化为文物哦。所以它虽然被视为这个保守跟反动哦，可是就是它因为兼具了收藏鉴赏还有出版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哦，所以也就参与了文物价值的增值跟贬值的过程，并且使得叶德辉三个字本身就有一种品牌的效应。接下来，然后在这三本书的出版过程当中，它历经了平板印书的中西的技术革命啊，也正好是适逢2000年帝国到民国的体制转型。那技术呢，改变了叶氏的出版王国，可是呢，他在这样子的他也希望加入这样子的一个新式的出版行列，可是却成为这个明日黄花。即使是这样子，他也并没有否定这个照相印刷的就是纯真、省时与迅速等等的优点哦。只是因为这个资本跟技术的不足，只能这个浅尝即止。可是有趣的是，他作为一个儒者，既有这个文化的责任感，也有商人这个审时度势的这个敏锐性，所以能够适时的转化角色，然后从这个重视藏品灵光的这样子的一个物质价值呢，转化为共享，阐发其文化价值哦。所以呢，成为这个主事者变成主催者，不仅是
满足于这个善本照相的影印，转而积极的推动这个四部善本的照相影印，然后凝聚了美跟与国粹与技术与四部重刊呢。我觉得这是叶德辉他特别就是值得在此记上一笔之处。最后，照相不仅作为这个人像的一个复制的技术哦，从这个晚清明初的影刻石印到这个科罗版印刷的快速转移哦，那我们可以从叶氏的藏品过程当中得到了印证。那所照的对象虽然都不同，可是都触及了对真的这样子的一个追求的欲望，也影响了对物世界和自我关系的看法，也容纳了叶氏和当时同好对于物的愿望。所以透过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在中西文化交流知识与分类的移动当中，也提供了中国现代性的一种观察角度。那以上就是我的报告如上。那谢谢大家的聆听了。对不起，请看上一页哦。这就是2021年院区开放活动书和人和叶德辉藏书阁的平台哦。那刚才曲教授也说过了，在就是公众号等等上面也有，那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去看看就是从过去到现代书和人的种种的足迹。好，我的报告到此，谢谢。谢谢刘渊如教授的精彩的演讲，以及非常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了叶德辉这个人，以及用他的收藏的三种善本来讲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些方便的书籍，其实叶德辉他也有很大的功劳。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副所长杨玉成教授来进行评议和进一步的探讨，谢谢。谢谢。今天非常的高兴，可以来聆听韵如老师的非常精彩生动而且有启发性的演讲。与其说我是评议人呢，不如说是特约读者就是说，因为韵如老师是刚刚已经介绍了，他是叶德辉研究的专家。老师都是很老的人，但人家皮肤跟那些保养的好好，读过书的人。刚刚有幽灵的声音哈。所以我今天学习到很多哈。所以底下呢，应该就这个角度呢，可能一方面是谈一谈我的读书心得啦，哈。那第二个有一些问题，因为很有启发性，所以引发我们一些进一步那个可以延伸讨论的问题，哈。首先呢，就是韵如老师的今天这个演讲，我觉得非常有眼光啊。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对我来说，因为叶德辉是在古典的时代，清末民初，大概叫做我们现在说的书籍史的前全区，然后就以前是有集大成的意义。不过苏林清化比较讨论比较多是雕版印刷，但今天这个就是影刻啊，还有石印跟科罗版，其实在这本书是比较少谈到的。那正好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去看这个叶德辉，我们会有一番新的理解。就是然后呢，就是刚刚也这个问题涉及到，其实刚刚那个韵如老师都很扼要的讲到，就是一个印刷媒介、印刷方式的改变，还有一个国族危机。另外一个，因为讨论到很多都跟书法绘画有关，所以又有一种美学化，这三个问题交织在一起，然后就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然后也就是叶德辉这样的学者可以放在这一个新的脉络里面 去思考去看，这非常有启发性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特别。其实他今天讨论这三本书，因为晚清这种很复杂的发展面，这三本书也不能算是太特别。可是叶德辉很特别，就是刚好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时代。然后首先单我一些想象啊，就不一定正确，然后还是请教那个彦如老师。第一个，为什么是影课本呢？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那个彦如老师有讲到很多，就是说这个脉络源流哈。还有今天这个特别有趣的点是说，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可是选了这三本，刚好从传统慢慢走向现代，然后就像王德威教授说的，没有晚清何来武士，我们那个现代都没有根源，就不会往上追溯。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哈。好，那隐客这个东西虽然古已有之，可是他也讲到是钱家以来新兴的一个潮流。那也就是说，这种传统的追溯，其实钱家大概清中叶以后，就一起嘉庆道光以后哈，越来越明显，有一种古物的追求哈。这个还有古董化，这个那运老师也提到很多，其实包括风景的废墟啊，或者说金石入画等等这些，也就是说从文化的角度看，清中叶是一个变革很明显很大的时代，也就是说这个追溯是有一个更庞大的一种文化变迁，也就是说不只是这个方式多远，这是另外一件事，可是从那个文化史的角度看其实是特别有意义的。然后可是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比如说宋本我们科从科跟隐科是不一样，隐科是包括它的物质形式都要复制出来，就不是内容正确就好，我根据一个宋本然后重新排版，重新雕版这样。那也就是说这个潮流就像彦如老师说的，就是非常重视物。可是隐科有一个缺点，还有隐科是隐形，然后再去科，然后尤其是如果宋科，也就是说它是复制的复制，因为它本来就是宋版，宋版你现在在隐写然后再科一遍，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灵光后面会谈到的问题。好，那也就是说隐科本身就很特别，这样就是不比一般的雕版印刷。那第二个就是活字印刷，这个彦如老师有稍微提到，大致就是因为那个活字印刷很快速等等有一些好处。不过呢他为什么特别提到那个铜活字啊木活字这些，其实在那个时代有一本书更清楚，就是说叶德辉有苏林清画，然后民国时期卢潜有一个叫苏林别画，然后民国时代他就说为什么新式印刷很多，我就是喜欢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比较像手工艺品，然后可以慢慢校对，可以非常精准，然后书法非常优美，但是雕版印刷这些通通没有这个是一个基本。还有像朝鲜主要是活字印刷，可是雕版印刷的地位是远比活字印刷更高的这有一个其实可以呼应那个彦如老师说的，还有以前的活字印刷是少量印刷，印族谱啊什么，因为它排一排就立刻要拆掉然后重排，所以它的印量很少，少量印刷就可以赚钱的。可是到了清中以后，从那个五印变本，那个活字印刷很明显是复兴的。那复兴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人口开始多，然后需求大，那个数量需求大到一个地步，那是另外一个状况，就不是少量印刷，是大量印刷变成它的优势，这是非常大的不同这是另外一个就是活字印刷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然后石印这件事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法帖从宋代就是刻石，就是石刻，可是碑帖
那个铁是要来印刷的，它跟有时候会搞错什么南碑，就是北碑南铁这样哈。其实铁本来就是要印刷的，然后为什么要用石刻？当然有那个艺术上、书法上的原因啦哈。可是呢，那个新式的石印，其实这个有一个呼应的关系哈，就是还是贯穿刚刚的主题，就是传统上其实石刻石法帖是一种印刷方式、啊、它本来就是一种印刷方式，然后这种印刷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本土的传统，它以及新的外来的新式的冲击、啊、这个也是贯彻刚刚的从传统到现代， 这一点也很明显、啊、尤其是照相印刷，还有一个叶德辉自己有讲到，就是早期石印本非常流行，其实有一个原因，因为它接近雕版印刷，排版哈、哦，比如图像、书法、绘画是排不出来的，一定要木刻或者铜版、哦、那可是石印不用、哦、石印，然后你要书法、你要绘画都可以表现。所以一时这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石印跟雕版印刷很接近，可是排版很不接近。但之后又复兴了，为什么又复兴？就是四部重刊，因为它可以复制古书的物质形式、哦、这个新的用途 它跟那个早期是不一样的。然后 而且它可以那个避开那个银写，因为有书法，他自己讲嘛，一代有一代的书法，然后一代一代的工匠是不一样的。那也就是说引刻可以把书籍形式比如行款啊复制下来，可是字体那个神韵是无法复制的，这是叶德辉说的。可是石印新式石印 连这个那个笔迹 都可以复制、哦、这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不同、哦、然后刘桢就是那个就刻镂板，那当然又更进一步了、哦、就是他更可以传神的来表达这样、哦、好，那不过这中间因为印老师有引申到灵光啊物啊，这其实很有趣。那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其实不会讨论这些问题的，这是另外一个非常有启发的一个点哈。但我还是有一些小小读者哈，可能一时无法领会的问题，也是要请教哈。第一个就是说，引刻本《南岳总盛集》呢，印老师提到孙心远刻本，然后有一个书影。但我看来看去、哦、因为韵老师说这个本因为太平天国已经毁了，现在只保存在大正站，这个就是有问号的。问号是说大正站是不可能保持 原版的、哦、然后在那个目录上可以看到那个内阁文库啊、金家堂文库都有这一本，不过因为网络没有公开，所以一时也没有看到。我们看到大概晚尾别厂它前面有那个转圆的那个进程表，感觉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那什么续修四库收的都是晚尾别厂，不是孙行原本。所以这两个 这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因为其实我是刚刚才理解，一时还领会不过来。可是如果这样比较呢，他说每个字是每行是21个字，但是如果那个晚尾别厂就是21个字，也就是说孙心远是根据阮元的抄本，他不是自己那边改变行款、哦但是叶德辉自己看到的宋刊本是每行20个字，是不大一样的。另外他讥笑那个孙心远说他是匠人宋体字，匠人宋体字叫印刷体，不是宋代字，就是明代的匠体字。我看根本不是啊，它不是匠体字，不是印刷体。这个也是我自己蛮困惑的点啊。好，那就是这个是一个啊。另外就是说后面讲到物，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不过首先那个韵如老师提到杨守敬那一篇字
玉泉孙的 书信、哦、我的解读有点点不同，因为玉泉老师是把它往提拔的那个面向去发挥、哦啊、这个当然是对的、哦、不过我是想到另外一面，因为他意思是说提拔可以增加书籍的身价、啊、因为某某第一个提拔，然后因为所以那个所以他身价变成3000斤，然后后来变成 又增加了、哦、5000斤、哦、3000斤，这绝对不是印出来那么贵，而是 原书的身价会增长，也就是说不是越印越多你越贬值，好像每一本越便宜，你 越流传越广，你的原本增值越高，那个价值越高，他意思是这样。所以奉劝他，你印越多 你的收藏 越值钱嘛。然后底下讲的他都没有讲到提拔，他就讲他因为科之木科，所以他身价要暴涨，然后底下石印 又暴涨。那换句话说，什么叫灵光呢？就是说大量复制好像会贬值，可是其实它在重新建构增肌的价值。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叫灵光，就是神州国光社，那刚好有国光，刚好把光跟国还有国族性啊这些。因为以前也有注意那个林书，他最喜欢讲的就是古文的光气已经消灭了，已经毁灭了，光气，所以这个很费解了，因为它是一个国族危机，对不对？晚清嘛，好像那个古文都没落了。然后在叶德辉的时代，是大量的西方和日本 来收购，然后他一说大家都不读书了，古书变成古董化，开始商品化、啊、这是一个特点。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就像叶德辉这样，就会注意到古典有点悲剧性的、啊、已经逐渐消失的那个灵光。但这个灵光为什么早期没有特别强调，是在这个时候才非常明显的国粹啊这些的，因为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危机的产物，然后在这个危机里面去重新建构出来的、哦、然后在这个过程，那古董化就是商业化，可是商业化很奇怪的，反而会把真迹变成一个非常那个价值昂贵的东西。啊、另外一点是说那个好像韵如老师有提到第二本那个晋唐法帖吧，不是南越总盛集，说要引科本说要10元，我觉得这不可能的，绝对没有那么贵、太贵了哈。那个因为你引用的是说一般的那个引课本不超过10元、哦、大概意思这个。其实书价因为跟部头有关，100卷的跟2卷的差很多，然后清代的书目都会告诉你，其实一般都有两种价格跟纸价，就是你用好的纸跟不好的纸是差别很大，就好像精装本跟平装本是不一样，所以不可能有一个平均一本书多少钱这件事，没有这件事。好，那没有中还有一个就是说，晚清我们一般研究书籍史知道，直到晚清一般人才买得起书，晚明 还做不到。好，那这也是特别通俗低廉的时代，可是以一般他十元我觉得是太夸张了，我真的是有很大的问号。可是几元这样哈，比如《红楼梦》那个徒有哈，也是同一个脉络，江彪等等那个3元，贵死了，不，好像6元就已经非常昂贵的哈。也就是说，他好像是比较走的是精英路线，不是那个平民化的路线，这个也很合理的哈，就在那个脉络里面的哈。好，那。不过刚刚那个杨守敬的例子是一个有趣的，就是在流通里面呢，是真迹反而会被建构出来。其实就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个叫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
就一个桌子它有实用价值，可是它为什么很昂贵？它会飘忽，就是物的幽灵，就是物神啊，就是它进入资本主义的交换系统以后，它就会不断增值，增值要超过它的实用价值。那换句话说，要制造这种价值，一定要在流通的系统里面、交换里面，它才会增加。所以呢，他那个叶德威很有趣，他说他在不断的分两种，一种叫藏书，就是收藏古董的，就是这种古董，然后一种是那个流通，只会流通，然后不会读的，那这个就是书商啦，只会卖书，他自己不读的啊。其实这个很像古代的钱币货币，我们叫孔方兄。那有一种理论，就是因为它是圆的铜板，所以它要流转，可是又方的，你又把它储蓄起来。你只会储蓄一张钞票，就是一张纸，它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那个钞票只有在流通里面，它才有价值。可你只有流通，你自己都没有储蓄，那你自己就没有什么东西。其实那个知识的流通也是一样。以前我们的图书馆，我常常讥笑我们那个像台湾的图书馆哦，那就负责藏书，就把书藏起来，然后所有人都看不到哦，或者很难看得到哦。那你的知识、你的收藏其实是没有用处的。那现在的观念是完全改变，我们看到很多电子书的公布。其实，在这个开放过程，你的文化才会有影响力。好，这个是很吊诡的。然后刚好叶德辉的观念有经过这样的一个转变，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好，以上是读书心得报告，谢谢。谢谢杨玉成教授，不但是读书心得报告，也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刘苑如教授商讨。那么我们先听刘苑如教授的回复。那么，各位听众如果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在留言板上提问，谢谢。好，谢谢玉成老师的评点啊。其实我的叶德辉研究，一开始的就是评审人呢，其实我想玉成老师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也尽管刚开始的研究是非常的粗浅，可是他也给予我很多的鼓励跟很多具体的意见呢。那今天他同样的就是提出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那归纳来说，其实是有是应该有三项吧。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灵光啊，灵光到底是什么？然后灵光是怎么样产生的？那就是玉成老师他是认为说，这个灵光一个非常重要的，它是在当时是一种危机的产物哦。而且这个灵光呢，并不是说出版越多它就消失了。出版的同时，其实增肌的灵光呢，可能的价值呢，可能就更加的明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论述哦。那我在未来哦，应该在这方面就是应该是我原本的意思也并没有跟它的差别很大，可是就是说论述要更加的清楚哦，这个是绝对是必须要做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他谈到就是南岳总盛集的版本呢，他认为他告诉，其实基本上就是他的说法都是有根据的哦，但他是认为说这个孙兴衍的抄本呢是根据这个阮元的抄本呢，那所以其实是应该是不同的版本，所以就是行式有所不同哦。那就是
这个根据呢，我可能还要再加以考证。那至于这个日本大阵仗不可能保存原来的形式啊，那这个部分我也要再加以思考。那谢谢你的提醒。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谈到这个引科本的书价哦，是不能够用平均计算哦，跟这个卷数跟用纸是密切相关，这点我也是完全的赞同哦。那只是就是说就是在做就是说一个论述的时候，有时候这是一个方便的方法哦。那这一点呢，可能是需要说明，可是也是不得不这么做的一个方便的方法哦。那谢谢这个玉成老师的这个提醒，还有就是启发哦。我觉得可以让我在这几方面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的可能性。然后就是我是要直接回答这个留言板上的问题呢，还是怎么样，请主持人指点、就是、欢迎大家在留言板提问，或者是愿意开麦提问也欢迎。好，我在留言板上看到了有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其实是他连提了四个问题哦。那他第一个问题是说，叶德辉的三个善本具体是什么？具体是什么？就是南岳总胜集，然后还有医院刘真跟这个晋唐楷帖。不过这个他们当然都是一个复引科还有复制就是石印跟这个科罗版印刷的。那可是就是因为它的底本是比较稀珍的，所以这几本啊就是我认为是在同类型的书籍里面它还是算是比较稀珍的，所以我称之为善本啊。那印刷技术第二个问题是印刷技术转型的根本原因，那决定要素具体有什么？印刷技术转型的根本原因，我想就是需求应该是一个供需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民国之后古籍的需求逐渐因为科举考试的结束哦，那古籍的阅读也慢慢的减少，那所以就是古籍的印刷也相对的就是相对的减少，然后新型的各种的书籍哦各种不同类型的书籍就是产生，那就是新型，然后石印本它本身的技术我们刚刚也讲过了，它跟传统的雕版是非常相近，可是却有快速然后便捷以及可以同时保存图文等等的因素我想这是它转型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刚才我也举了就是杨博士的论文也是谈到类似的问题。那第三个问题是藏品再现的根本原因跟决定要素具体是什么，再现时又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具体怎么样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说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叶德辉他的科书的那个折线图的话，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他的生平哦，其实他这跟这个1904年长沙开埠哦，然后还有事实就是端方哦他到就是湖南当总督哦，那这些都使得就是大量的
外国因素进到湖南呢，我想这个也是使得叶德辉他个人他不但他的就是经济就是逐渐的往上升，他有更他可以获得更多好的收藏，他有更有能力取得好的版本呢，但使得他的藏品也增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哦。那在线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就是在影科方面的话，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那只要有资金有好的底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那可是就是在他印这个意愿留真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呢，其实他是经过了十年的奔波，最后才印成呢。那其实这里就是涉及到这个就是这个印刷技术的就是克罗版并不是他个人的财力就所能够做成，所以他必须靠透过朋友的关系然后才能够做成。那当意愿留真做成之后，然后他跟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更加的密切之后，那也就是这个晋唐楷帖可以印行的一个重要的背景。那研究最后一个问题是研究本讲的唯一目的唯一意义各具体是什么？这个我要再从头说一遍吗？事实上这一刚才我也讲过了，然后玉成老师也讲过了，其实基本上这一讲呢就是在讲叶德辉晚期的出版如何从这个传统的印刷演进到现代技术，然后如何跟他的生命历程密切相关呢。那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这里，我的回答简单到这里。谢谢。还有一个还有吗？还有一个应该算是比较轻松的问题哦。他说好奇我为什么会研究叶德辉这个人，请问跟叶德辉有什么渊源吗？其实我研究叶德辉最主要是我最早是研究六朝小说的。那六朝小说其实在他的刊刊还有他的版本问题上面其实是必须从集译开始，然后所以我是从叶德辉的集译开始切入叶德辉这个人。那我跟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渊源呢，应该就是这样子。好的，谢谢刘彦如教授的回复。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把今天的讲座大致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同时也呼应刚才的一个提问，就是今天我们听刘彦如教授研究叶德辉以及他的三种善本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是我的也算是一个听讲的一个小的心得报告吧。我们现在的研究的方向除了过去的版本考据之外，其实我们已经慢慢走向了研究两个方向，一个是人文，一个是科技。那在人文跟科技这两者怎么样在我们本来既有的研究基础之上能够加以发挥，同时呼应现在大家对于学术研究的一些提问和需求呢？今天刘彦如教授的演讲就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示范。在人文方面，过去我们在研究特别是传统的古典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会说知人论事，所以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刘彦如教授给我们介绍了叶德辉是谁以及他的三种面相。这三种面相包括了比如说叶匹啦、叶麻子啦，他的一些生平上面让我们觉得又好奇又新鲜又突兀或者是又冲突的三个不同的类型。这三个不同的类型呼吁过去我们讲的知人论事，好像这个人有点复杂，甚至于所谓的人格分裂。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把过去人文的研究延伸到那么他的所作所为，他对于文化和学术上面的贡献是什么的时候，刘彦如教授给我们举了三种善本。这三种善本
分别是南岳揽胜集，还有晋唐楷帖，以及意愿留真，这三个不同的书，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诉求以及它的特点。在讲述这些特点的时候，刘润教授就讲到了科技的那个部分了，也就是从传统的印刷术雕版到后来的活字印刷，以及西方传入的石印以及刻落版。那么在这三种善本书的印刷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呼应以及实现当时的新的科技。那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讲到了这种技术的转换，我想我们不只是在讲转换，我们其实是延续到后来杨玉成教授提到的关于从古代，比如说宋代开始就有了这种碑刻以及拓片，这其实也就是延续了本来中国传统的印刷和复制的技术，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初，有了包括了石印或者是刻罗的印刷技术进入了中国的印刷领域之后，我们的书籍史一部分延续了传统的技术，一部分吸纳了新的科技。那么科技会影响到人文什么部分呢？一部分就是今天提到的三种善本，怎么样的本来只是个人的收藏，到后来可以被大部分的人比较容易的去阅读。虽然杨玉成教授刚才认为刘彦如教授提的那个书的价钱可能需要再去仔细的评估，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这种不算是非常大量，但是已经比过去只在私人收藏家可以看到的作品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便利了。那么这个对于知识的流通以及知识的吸纳和再生产还有我们后来比如说刚才我说叶德辉对于我们来说研究古典文学帮助很大，因为比如说四部丛刊的广泛的被使用，到现在四部丛刊已经可以做成数字化了。那么这个起源当然跟叶德辉的收藏是有帮助的，是有关系的。因此科技的进步会促进了我们对于知识的生产，刚才我说的知识生产不但是吸收，还包括了转化以及再利用，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再利用之后呢，我们再去把它给深挖了，就像我们今天的演讲，这是一个诠释的闭环，到了这个闭环的最后面，我们就来肯定今天的演讲的确是让我们从传统的学术研究跟现在的科技和人文的并列，然后开出了一个新的一种研究的方向，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同时我也呼应刚才杨玉成教授提到的今天我们虽然谈的叶德辉好像是一个晚清到民国的人，但是这种文化的趣味以及藏书或藏品的复制的倾向，这个是从清中叶开始的。比如说我研究翁方刚在翁方刚他在不但是整理，他也去复制以及重新去诠释了苏东坡的南宋的诗故注《东坡先生诗》，那个就是一个例子。那包括他之前学习的阮元，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传统的思维它是大概是从清中叶，也就是17、18世纪到现在，我们的科技的进步能够到后来形成了数字化的方便，那么这个今天的讲题呢，它就从古到今让我们梳理了书籍史不只是中国，还包括了西方对中国的科技进步所造成了更多的知识图谱的扩张这是我听到的今天的演讲的一个心得，也给大家做一个报告以及做小小的总结。那么今天的讲座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告一个段落。那么我应曲老师的提醒，我们希望跟大家一起来一个线上的合影留念。请方便打开您的摄像头的老师同学朋友们打开您的摄像头，我们听从工作人员的指示来进行合影的纪念。
邱老师，请问是有工作人员为我们做合影吗？哎，是的，我们先请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你们的摄像头可以打开一下，在可以的情况之下，然后毕明，请你帮忙操作一下，谢谢。好的，没问题。好，我数一二三，一二三，稍微我多拍一张，一二三。好了，谢谢大家的配合。谢谢大家的参与。再次感谢柳月如教授和杨玉成老师、杨玉成教授以及线上的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马上就要过年了，祝福大家接下来的一年生龙活虎。我们的疫情早点结束。欢迎大家有机会能够到新加坡来访学。然后我们也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去，把我们的研究成果跟更多的老师和同学们分享。恭喜大家新年好，大家万事如意。我是伊若芬，把时间再交还给邱老师。谢谢伊老师，谢谢刘远如先生，谢谢杨玉成先生点评。期待有机会能够面对面的见面，然后当面向您求教。今天的这个讲座我们受益匪浅。好的，欢迎大家的，谢谢大家的出席，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这个学术讲座，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保重 ，take care。